这里可以划船。多少钱？100块一个小时。2600吗？嗯，那比那个 Lake Louis 便宜很多。不然你 Louis 多少钱？好像快要200吧。5200哎，我是有听错吗？这个桥是可以有车子可以经过，所以这一条这边是车子可以走，行人走右边，车子走左边。Emerald Lake， 翡翠湖。要么就很早。Emerald 是什么颜色 ？Emerald， yeah， Emerald， Emerald 就是绿绿的，绿色的颜色。上一集我们在加拿大第二大瀑布 Chicago Falls 稍作停留后，随即开车约30分钟来到了翡翠湖 Emerald Lake。翡翠湖是 Yoho National Park 中的著名景点，其湖面因为士兵穿湖而呈现出迷人的蓝绿色，周围有一条5.2公里长的步道环绕整座湖，步行一圈大约需要2小时。夏季的6月至9月是造访翡翠湖的最佳时节。湖畔还有一家相当知名的度假村 Emerald Lake Lodge， 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住宿和美食。翡翠湖四季皆有不同的户外活动可供选择，夏天可以划船、健行、游泳或是钓鱼，而冬季当湖面结冰时，则可以进行溜冰、打冰球等冰上活动。无论什么时候来，都能感受到这片湖泊的独特魅力。嘿、hey ，你已经没有版权可言了。为什么没有版权可言？那因为你从我的第一卷那录到现在。今天的太阳下山时间是9:40，要去 Emerald Lake 的 viewing point。Let's go this way。Yeah， 我们也可以来住一晚。去完怎么忘了？这里可以。哇 ，levitating。有听到吗？有。跟大家说嗨，就好。这要害过头了。玩起这个丢沙包游戏，背后是美景，完全没有吸引他们。他们在这里玩这种游戏，背面就是我们的 Emerald Lake。3、2、1，其实现在已经是晚上了。翡翠湖附近的野生动物可真不少，是观察大自然的绝佳地点。常见的有麋鹿和驼鹿，它们特别爱在清晨或黄昏时到湖边散步觅食，说不定会不经意地跟它们偶遇。还有黑熊和灰熊，虽然它们不常出现在翡翠湖，但在湖区周围健行还是要保持点警觉，毕竟我不想成为它们的意外惊喜。再来，山羊和大角羊喜欢在山坡上登高望远，水鸟则优雅地在湖面上巡游，而土拨鼠、雪兔和松鼠这些小可爱们可能会突然在你面前蹦出来打个招呼。我们那天是晚间走在步道上，仅看到水鸟们在湖面上。这真的很跟台湾很像，但是植物里不一样。原来它这种东西会开这种很有趣的东西耶。来到这个点，因为我们今天环湖，这个 lake 很大，应该走二分之一了吧？还没有，这我们。对，白天来走还不错。清晨的时候啊，清晨的时候比较凉，清晨会有雾气。哦，可是它的美不是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
这是夕阳。这里也不错啊，那就开这样，照相就是会暗掉。对啊。Hi. Mm-hmm. 你知道要变翡翠的颜色啊？ Yeah. 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夕阳的时候。正中午 ？No， 刚刚讲早上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颜色会很翡翠。就是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啊，这是最正常的颜色。然后三色它应该是要一个圆圆的，这个没办法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比较像那种研究的后者，对的。我喜欢看一些，它怪怪的，看一下。开心哦你。那你刚刚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可以问你，你对什么最印象深刻？你也太不好意思了。那里会有熊，但是我们没有碰到。偷偷来的感觉，对，你不觉得吗？有。然后就觉得，而且边挤，比车还勉强。对啊，我觉得。还有嘞，然后去 Marine Lake 那个 Constellation 吗？来，这就是我要的那个颜色。看到了吗 ？So pretty。就很黑啊，三二。没有。妈妈妈妈妈妈妈！哎呦，there's this， 只是好奇而已，这样就可以旋转了。好好好 ，let's 那你在下面旋转，等等我看这个。已经先下去了呀，转，我们自己转，转，没办法。Damn， sorry guys。Oh, faster, faster！傻眼，就这样转一圈。Perfect。好，对。夏季在加拿大的日照超长，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大福利。特别是自由行的我们，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时间可以待在户外景点。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待这么久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我们都超爱拍照，无论是风景照还是人物照。只要有美景，我们就驻足不前。不过，当我们来到翡翠湖步道时，这可是整趟旅程中少数我们必须留意时间、加快脚步的行程。还记得影片一开始提到，
今天的日落时间是9:45。当我们陶醉在那绚丽的夕阳中时，也意味着天色很快就要变暗了。正在看影片的你，眼尖的应该会发现吧，我们四个人居然没带任何装备，没有水袋、行动粮、头灯，甚至连防熊喷雾都没带。这时我们意识到必须加紧脚步，确保能在天黑之前安全走回停车场，让我们能够心满意足地结束了这段环湖之旅，顺利回到营区，准备好好休息，为明天的冒险蓄积能量。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！破街啊，破街啊，破街啊！是在走两边啊！我没有，我从头到尾都走一个。Oh, really? Really? 我记得你走两个。哪有走一个？好看，我假爆！我现在可以理解，漂亮，假爆！这是你跟我的暗号，我懂，假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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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烂台语。我用超级烂的台语。这里有没有很假霸哦？超假霸，超假霸。假霸是怎么了？是很饱啊，好吃到吞口，就是好吃到脱裤子。然后你妈刚刚讲了一句话，她说贵到会脱裤，意思是一样，就是没有极限，就好贵好贵，非常的 extreme。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太多这种餐厅，已经。那因为我们常常在看这种大自然，有没有？假霸哦。假霸哦，假霸哦，这边很假霸。哇，要来那个吗？我感觉好像要来这里二边边的。我也是。那你来。好来。嗯，这里还有那个路哦，继续走还有。对啊。2.9，好远。所以我天黑。还有椅子可以坐，很棒。好。你不能自己拍勾到好吗？很小哎。你帮我拍一张吧，谢谢。好。好美。那两个三角形你有看到吗？有，嘴巴旁边有，那个就是眼睛。哦，了解。然后底下就是它的那眼睛是晚上9:00。那个桥就是我们刚刚来的，然后我们再绕一圈。哇，倒影，有那种。博吉斯页岩位于加拿大 BC 省的化石层，这里以保存精美的化石而著称，其中包含许多已灭绝的软体动物和无脊椎生物。博吉斯页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化石遗址之一，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回见。环湖成功。环湖成功，你拍了很多照片。